有一些记忆，不论时隔多久，都让人不能忘怀。它不因时间久远而淡漠，因为魂牵梦绕而历久弥新。本始终都记着这个地方，这里的人，他们的激情、友谊、勇气和做出的牺牲。更令本感动的是，60年来大洋彼岸的那些善良的中国人始终没有忘记他，他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向本表达着发自内心的感谢，因为他们并肩战斗过。60年后，本又回到了那个熟悉的地方，回到了这些热情的人们中间，他们给予了本最高的礼遇。但在本看来，应该是他感谢这片土地上的人。令本难以置信的是，在这个水塘里发现了他当年战机的残骸，这架被击落的飞机埋在这里超过了60年。中国人让本见证了这架飞机的出土。战争期间，美国飞行员都知道，如果你被击落并且能够幸运地跳伞着陆，你一定要向上帝祈祷，千万不要落在日本人手里。どこだここは駐座前方は新市この領域です操縦士を行き取りにすれば米国軍の指揮を大幅に打撃することができる操縦士一人で戦闘機2機分の大打撃だ行くぞ我々は皇軍の凄さを見せてやれしかし空中戦で操縦士が落とされぬませんしこのまま進むとおそらく危険すぎるかと思いますはい死ぬが怖いのか貴様いえ操縦士を撃ち落としからで遅いのだ我々は皇軍の正規部隊だ行くぞはい奇怪了按照小鬼子的行动规律今天不是他们进入解放军扫荡的正路还派了这么多兵过来搞什么鬼李娜要不然咱们打他一下子不行不能擅自行动小刘啊赶紧向李师长汇报等候指挥部的命令快去是好去吧报告进来报告师长暗哨发现有一队日本兵反常进入我方根据地前方苏连长请您下达指示要不要让乡亲们先转移大概多少人大概有一个中队我看上面打得这么厉害这帮小鬼子肯定是为了跟咱们抢夺被击落的美军飞行员来的在哪里发现的他们在这里那好小叔你抓紧时间带一个排的战士去跟孙连长他们会合然后从这边绕到他们的前面把敌人全部歼灭是快快快快点快快快快快点快快中佐何か変です周りは静かすぎますこれは罠ではうろたえるんじゃないはいたとえ罠だとしても我々の敵になるような相手ではないはい警戒して進め小鬼子怎么还没来咱会不会走错地儿了不会
你在这儿等着，我去看看。好，小心点。哎，去帮忙！别！别走！别走！怎么了，小花？不好了，不好！啊，什么事？啊，打死几个才好呢。是不是、啊、日本人几天没来打你们，你不是闲得慌？谁钱你跟我到徐大队去。叔，那边陈家人断了小喜子家的水。你怎么好意思啊？人家小喜子孤儿寡母的，你就不怕天打五雷轰啊？那说好的一律一天的，他们已经交一天了。宝财松昨天起子病了半天没下地。郭生，你也是个大男人了，家里好几个壮劳力，你就不能让一个女人半天吗？这事不是你干的，背后一定有人知道。说谁呢？老营啊，我知道这事儿背后就少不了你。你是咱们这个村的老保长啊，咱们这个村的家你也当了多少年了。你们陈家是大姓，我们马家是小姓，妻子家就是孤儿寡母的。你这个陈家的当家人，这碗水多少得端端平啊！马宝才，你现在是现任村长，说话得有证据。郭胜，哎，谁说我教你什么了？我都教你啥了？说，跟大伙儿大点声说。老叔啥都没说。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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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算了算了，看你们孤儿寡母的。好。哎，没事了。没事没事，大家都散了吧。走吧，没事了。回呀回呀，给我回，给我回，给我回吧。怎么又选村长了？叔，凭什么呀？你当上村长才两年呀。重选村长？老叔，是不是上面对他马宝才不满意了？满意不满意我可不知道，不过要是满意的话，他才干了两年，能再重选吗？叔，我听说陈国营要当正规军了，是不是他爹又去上面做什么手脚了？他上头做了手脚也没用，我算了，如果村里其他几姓都能投咱，再加上我们马家的人，人数比他陈家的人还多几个，早就该重选了。叔，这回咱得把村长给夺回来。这两年征粮出负债，哪回不是他们马家占咱们陈家的便宜？就是。哎，你知道就行了。上回选村长，一个个好像跟自己没关系似的，连票都不去投，这回知道厉害了吧？把眼睛都睁大点吧。走，快点！看看这刀，再看看这枪，拿回去带给师长，给他留个纪念。好嘞。哎，你说这些个战俘怎么办？还能怎么办？按照咱们李师长的老办法，找防炸药。好，那我就派人摸一下他们的年龄，年纪大的送到战俘营，年纪小的直接送到柴屋，杨子的反正同盟那里去，怎么样？好嘞。马宝才，你以为我不知道是你在捣鬼吗？你明明知道我占先，
你就来这么一手？你怎么知道你占先？除非你知道有人作弊，这怎么算？这怎么算呢？我当然知道这不好算了，这个花生都砸了一地，怎么算？重头重头吗？不能重头！我刚才听得清清楚楚的，我占先呢。你占先？那你数数，你有多少力吗？数。马宝财啊，马宝财，哼！你们老马家就会这么一手啊！你，你说谁呢？谁呀？重头重头！这帮男人，芝麻大的官儿也放在眼里，真没出息。乡亲们，这啥呀？这吵什么呀？咱陈老五还有点规矩，不是就因为只鸡吗？那鸡不懂事，你们都这么大的人了，也不懂事啊？这事儿我做主了，同学。让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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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啊！大舅，嗯，后门爷爷啊，来，这个好，你看这烟叶啊，可不是咱们自家地里产的啊，这是洋人做的，闻闻，香着呢。我这闻着，不如你身上香呢。啊你骂谁呀、啊、你？我骂你呀、啊！你没有臭不要脸，你不骂他？你骂谁呀、啊？臭不要脸的，全是你的男人！你明明是他吧？脑袋往我怀里撞的吧？啊！啊小天狗的男人！你酒和鸡蛋用什么？不借。打手！都说了，让他继续当村长，你连工粮都没有。啊对。哎呀！啥呢？谢婶啊，小心点、啊、你说你，你看你赔不行啊！别揍你那骚货，你别打姐，骂谁骚货？宝财叔说了，只要他当了村长，少不了你好处。那边怎么了？村长，你管不管老三吃我豆腐？何一怀啊，你见他就看，好好管他，好好管教管教他。陈道英96粒花生米，马宝财108粒花生米，马宝财当选。谢谢大家兄弟，马宝财，咱守着瞧。实在没办法，咱们找别人过来。
娘回来了，凤年卖壮丁跑回来了。哎，凤年回来了，又赚了一身衣服啊！这个卖多少钱？二哥、三婶儿，你们天天啊就拿我开玩笑，还卖多少钱？我能活着回来就不错了。凤年，你回来了，小宝呢？他觉得国军那边伙食好，给的钱也多，就不打算回来了。没准现在都当大官了。你们呀，记着，要是有美国友人掉下来，一定要抓住啊！什么是美国友人？帮着咱们打日本人的美国人就是美国友人，明白了吧？啊！我刚从国统区那边回来，满大街贴的都是告示，啊，抓着一个美国友人，送到国民政府去，100个大洋。100个大洋呀！美国友人咋那么值钱？天哪，比咱们家的牛还值钱啊！牛值多少钱？啊，卖十头牛、十口猪啊，也卖不了100块钱大洋。就知道牛猪，这一个美国友人抓着你这辈子吃香的喝辣的，啊，比我卖壮丁都赚钱。非常感谢各位的光临。现在是我们中国国运最严重的关头，在这样危急的时刻，美国飞虎队带着希望和信仰飞越太平洋来到了我们这里。因为这样的缘故，我想不只是我国空军，我们全国上下都应该展开双臂来欢迎他们。适才我曾到及他们光辉英勇的事迹，只是在中国的所作所为之一。我个人认为，就算将美国飞虎队视之为举世最勇敢的一支空军，亦不为过。因为当他们翱翔天空时，无疑是用火焰在空中写出了一些永恒的真理，让全世界都能看到我们中国。女人和孩子强。哟，小宝不就是说你家老三吗？我家老三呀，他就喜欢小马。是吧？老大，他这是自己媳妇，小心被我拐跑。瞧你这样，哪点比我们家老三好啊？你不知道啊，我比你家老三强多了。哎，你们都听见了没有？他说他比老三强，强到看了没有？加油，老大！有没有大哥一起的？谁也不服，我不服。喂，于月圆，我也不服。于月圆，于月圆，是，上官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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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俩笨蛋了。
明王，大明王，这什么东西啊？咱过去看看吧。走，过去看看。走走走走，过去看看。大明王。大明王，打他！打他！大官！ID. Put it in your upper shirt pocket. This paper could save your life. What's written on it is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instructions. This paper could save your life.写什么 ？Read it， 这个字我认识。Read it， 我认不全，可是。哎呀，你不是念过书吗？这字都不认识。你懂什么呀？书你老觉得。行了行了，不要吵了，请太爷爷吧。认识一个字也没用。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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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宝，狗子，走。Read it， 喂，哎。应该就是了，太爷爷，你说清楚吧，什么就是了？此物唤作血符，乃是国民政府之凭证，来华助战洋人，军民一体救护，
村口告示不是写着呢吗？马丰年说的，值一百大洋的美国大蹄子，值一百大洋，一百个大洋。哎呀，哎，人呢？哎，怎么样？你们都接我啊！哎，我有人，一个大洋啊！本记不清当时是怎么落入这个水塘的，但他清晰地记得，当他被人们用肩膀扛出水塘时，岸上的人们的欢呼雀跃让他更加害怕，因为他不知道后面将会发生什么事。这就是美国友人啊，钓鱼！哎，天哪，他就值一百块大洋呢！他能抵得上十头牛、十口猪？可比这多多了，他一个人顶半个村子呢！他值这么多钱呢，快把他带回村里去呀！快快快！哎，他受伤了，还流着血！哎，要不我们把宝财叔叫来吧？叫他干嘛呀？叫他还不如叫老银叔来呢。谁不知道他那村长是用鸡蛋贿赂来的呀？我爹给你鸡蛋，你还说我爹坏话。看我不告诉我爹去！嘿，你个小孩，你懂什么呀你？你告去，告去，告去！小花，快去叫你爹。嗯，走，去老爷去。走走。今からの舞台をやったのはどの舞台だ？李先生の舞台です。李先生の舞台か。はい。今が大が休息中に。今川さんもまさか李千年が攻めてくるとは思わなかったのでしょう。絶対に許さんぞ。ああ、絶対に許さんぞ。おい、刚刚收到的战报怎么样？在今天的空战中又有几架美国飞行员飞机被击中了，目前下落不明。你立刻以中华民国航空委员会和我个人的名义致电给第一战区的程潜，让他传令下去，通知第一战区武汉一线的全体官兵立刻展开对被日军击落的美国飞行员的搜救工作。是，去吧。废物，每次抓壮丁都得跑掉一半，你们当我这个长官眼睛瞎了啊？还不是你们军需处为了凑名额吃空饷。我告诉你，再有下次，军法处置。谁呀？长官。是。是。朱某必定鞠躬尽瘁，坚决完成任务，不负领袖重托。是。电报。喂，通知我根据地各抗日民主政府，一旦发现美国飞行员，立刻保护起来，送县政府。让出来了，让。哎呀，这是杨哥，这真是美国大鼻子啊！有银，有银！来来，快点搭把手，来，快快快，走！掉下来大鼻子了。真是大鼻子。嗯，哎，老银，你要把他抬哪儿去呀？这个人是我们陈家人发现的，你就别管了，抬走。哎，不，那不是，我们马家人也在啊。再说了，是从天上掉到咱们这个地上来的。我是这个村的村长，我就要管。你们要把他送到哪儿去啊？没看到国民政府有告示吗？谁要是发现了美国友人，交到国民政府，赏钱一百大洋。老鹰啊，
这就是你不对了，你怎么的也做过共产党的一任村长，啊，当不上村长了，都国民党了。咱们现在这是共产党的根据地，你为什么要把他抬到国民党那儿去呢？咱们村子这国民党也常来啊，咱一个小老百姓，管他这党那党的，谁给赏钱我就给谁。戴总，那不行。 区里前几天开会说了，发现了天上掉下来的美国友人要送到民主政府。你们几个，把他抬走，先抬到我们家去。哎，不用，不用。怎么着？抬你家去？啊，赏钱你一人独吞。我是村长啊，这事当然要送到村上去处理了。陈老英，你儿子在区武装大队，我还听说。 他很快就要转正规军了，你居然通国民党，你说是不是？我到区上把这个情况也说一说。马宝才，你要敢到区上瞎溜了，耽误儿子前程，我跟你没完。那有什么可说的呢？你们几个，走，先抬到我家去，等我到区里报告了再说。让让让让让让让！ 来来来，一二三！老叔，这个大鼻子就让他们这么抢走了。叔，咱们发现了大鼻子，那他们才决定上前。走，再抢过来。等跟国英商量完了再说。不行，现在你就把国英叫过来，告诉他，说他爹不行了，快去！啊！ 你，我来看看。啊，哦，伤得不轻啊！你等着。Oh my god！ 这血要止不住，你的小命就完了。What do you do with that? Hey, why? Hey, why are you doing? Why are you doing that? 我把。Why? 哪儿歪了？这不是胡子很正吗？这不是胡正了吗？ 你们几个都看着点啊，一定要看好了，不许陈家人再把他给抢走了。我马上到区里汇报一下。哎，小花，给这个大鼻子做点吃的，煮个热干面，再弄几个鸡蛋。他流血太多，身体虚弱得很。啊，那行。啊，二牛三喜，扛上枪，到村口去站岗去。 啊，还要站岗？这你们就不懂了。咱这个地儿虽说是共产党的地盘，但离鬼子驻地只有100来里。我还听说，鬼子也在找天上掉下来的大鼻子。这万一鬼子要来了呢？不得有个长着眼的人吗？嗯，到底是干部，就是不一样。那时我可不像陈老英，啊，他整天只想着自己当官发财。 别忘了咱们这个村也遭过日本人的祸害呀！我走了。啊，嗯，走，走。你们反映的情况呢？区里都知道了，那你们可以回去了。那你得为我们做主啊！赵区长，赵区长，我有事跟你说啊。哎，陈老英家里人。 他们俩干什么？是不是又告我的黑状？真是个村老英，当了几年干部，就专门干这一套。哎，你别说别人啊，先看看你自己身上，那是不是干净？我问你，有人反映你拿鸡蛋贿选，可是真的？哎呀，赵区长，瞧你说的，几个鸡蛋就能够贿赂了？你别狡辩啊！我真是冤死了，我冤死了。